乐队 Rubber Band 近日开 show， 亦都系鼓手黎曼婚后第一个演唱会。佢早前已经预告老婆黄心颖会现身支持，不过24号平安夜第一场就未见佢嘅踪影。原来心颖喺25号圣诞节正日先出动支持老公啊！正所谓有图有真相，心颖就喺自己嘅社交网高调晒合照，见着上演唱会 T 嘅佢，冧爆嗌实黎曼个膊头啊！两个人头贴头劲亲密。又同 Rubber Band 嘅一众成员大合照，十足十一家人咁样已经融入当中啦。圣诞节有人探班听演唱会，亦都有人独自弹琴。吕仲贤近年就北上发展，大搞素食餐厅生意啊。25号佢上载咗一段圣诞短片，片入面见佢转咗几个造型，一时就 casual look， 一时又西装上阵。网民就留言话：点解冇路过噶？根本就系韩剧嘅恶霸。其中一幕佢仲戴住眼镜弹琴。仲有人话差啲认错，以为佢系 Mira 嘅 Eden 添。的确，吕仲贤 keep 得好好，完全唔似57岁。至于似唔似 Eden 就真系见仁见智啦。